家有点乱，别介意。这有什么的？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收拾就行。 过几天就回来。杨哥来吃饭了。梭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今天就当是我来给你暖房了。哦，对了，有好东西。 没有下土豆，我专门给你烤的。演员，对我真好。杨哥，我想一辈子对你好。喂。 手机，只能20分钟啊！嗯，这是妈妈，这个是我，这是爸爸。妈妈，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
是我，芝芝，你们过得怎么样啊？芝芝，能听见吗？他外面有人了，是不是他们单位上的那个小魏？那你知道啊？哎呦，你把羊叫来，我再好好骂骂他。妈，搬出去了。啊？哎呦，这个羊啊，真是太没良心了。芝芝，你放心，妈一定站在你这边，让他跟那女的断了，让他立刻回家给你道歉。妈。还是你明事理，芝芝啊，但是我也得劝你一句，他回家之后你也别跟他吵，别跟他闹，不然外面那女的一招手他又出去了啊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听您的。哎，那我先挂了啊，挂了。